先生受不了这安滋味，也许早已有所预料，就在不经意间已经悄悄习惯，习惯了逆来顺受，习惯了等待，习惯给自己更多的理由和浪费的时间，不思进取，很多时候便开始了混的模式。只要周围的环境没什么大的变化，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别人总是会比自己优秀，因为在别人努力的时候，二十几岁的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